常欢迎来自台南我们的绍兴堂。那现在呢，大家呢看到，现在要来进入到我们的七丈红毯，就是我们的十家将哦。那我们今天呢，前面都有看到我们的官将手。那现在呢，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十家将，除了有我们八家将的一个，应该就是说神尊的啊，我们在讲的，像比如说甘柳将军以及范谢将军，还有文武差之外，还有我们春夏秋冬的四季神哦。
前这边的好朋友哈，大家来拉出一条路哈。我们现在要来恭迎圣将哦。然后呢，主线除了主线者之外，我们中间的这边哦，请不要我们的朋友呢在这个位置哦，这是一个对我们神明礼貌上敬献哦。保身大帝圣教莅临到我们淡水平安师，有很多的信众哦，刚刚有分享给大家，我们看到神教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祈求的时候，双手合掌哦，来恭迎我们的保身大帝，然后跟保身大帝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几岁，你住在哪里哦，有什么要来我们保身大帝来护佑你的地方哦。尤其呢，有很多人看到保身大帝的时候，最会祈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叫保身大帝的医术是非常高明的。所以呢，在祈求保身大帝护佑的时候，身体健康，如果说有什么哪里不舒服的话，都可以跟保身大帝来祈求哦，来恭迎保身大帝莅临淡水平安师庆战红台，也恭请我们淡水平安师的执事代表手持清香礼品来敬献淡水榕我们保身大帝圣驾哦，祈求保身大帝圣驾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的如下众弟子，大家都能够四财四福平安庆，阖家平安幸福圆。来，现场好配哦，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敬献圆满哦。Thank you.
声来恭送我们宝山大帝，也祈求宝山大帝能够去留神恩哦。